好，怎么样？你摇错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丁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ia。因为旁边这个港仔常常抱怨说台湾的食物很难吃，也不是说很难吃啊，就是比不过香港，就是哦，有这个香港哪里我巷口卖的都比这个好吃，所以我特地啊从澎湖空运低温直接送来台北的空运了。对对，澎湖不是酱油种吗？因为海豚休假，所以没办法帮我送。我们澎湖当地最猛的海鲜叫做什么？叫做牡蛎。牡蛎，对，牡蛎什么？牡蛎不是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拍这支影片吗？为什么？咱俩失业了，我们失业了要卖一下海鲜过活，你吗？你连没有没有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卖海鲜？我只服鲍鱼，你只服这个这个牡蛎是什么？我真的没听过。牡蛎就是，等一下我打开你就知道。好，你打开，打开你就知道。看到记得啊，这个一颗一颗，你看那么大，但是不是生吃的，好恶心。这个是拿来什么恶心？你等一下绝对 你吃到你不要。这要生吃还是怎样？我告诉你，有一个知识就是啊，澎湖人绝对都知道，但台湾人绝对不知道。请说。就是生牡蛎，它有一些小水珠的。这种要生吃还是要煮？把它煮熟？用蒸的，用烤的也可以。但是因为 我怕把这房东房子烧了，所以我们还是用蒸的吧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让我们给观众看一下。那么，然后这个都是这个是两天前才从海底拉上来的，把它扫了，怎么臭了？然后包起来送来给我们的。很深。对，走，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去蒸了啊。这个牡蛎呢，我教你怎么处理。请说。很简单，这个是在家就能够吃的，就是料理智障都会用的。嗯。你一个童武都会玩的角色，一个手残，你手速可能只有20，你都玩得了的角色，而且可以玩得很好。请你表演一下。我们看到它这个牡蛎，它是有肚子的。哦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澎湖人都知道，但台湾人一定不知道的知识就是这个。啊，你要不管蒸还是烤，你都是这个肚子放在下面。OK。我们就一个一个摆，我们就找它找这个比较圆的地方摆下面。来，我们来摆盘，就把它塞满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臭啊！非常的 delicious， 真的是臭啊！为什么我真的臭吗？那味道有点怪怪的。我完全没有。你不要那么恶心。不啊，这很香。没有，这很腥。你是来自海，你是变态啊？它来自海洋的鲜甜。好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真的，这很香啊。你怎么可以感受这个味道啊？因为我在海边长大的。Oh, okay. 这就是海味啊，这就是海味。这代表什么？它不是加工食品。嗯，天然的。它没有经过后制。它就是纯天然的，然后也用纯天然的火跟水下去蒸，所以煮出来就是最天然、最健康、最好吃的。那大概每次要煮多久才会可以吃呢？大概是中建议啊，中火到大火啊，蒸十分钟，蒸十分钟，然后水可以看你，一般都是加半碗水到一碗水。你如果想要蒸熟一点，你可以水加多一点。好，但一般来说，这个是要蒸到恰到好处，就是刚好就是水分都蒸干了，那你过完然后又不会，还是 你想听实话吗？啊，实话是没有。所以今天是第一次，我都看着我妈妈这样摆，我都在旁边看着，妈，你摆快点，我好饿。你讲的这么专业，我以为你真的有经验的。所以妈拍谁啊？这次回去我一定蒸一笼给你吃。有啦，可是我会烤，有时候我找3-5好友到家里来。来烤这个牡蛎，我会烤一盘给我妈，但是用烤的很容易废，烤的比较好吃，我必须这么讲。所以这一次是真的烤的比较好吃，但是烤的你很难抓那个熟度，它有时候会烤焦，它烤一烤会砰，它会喷汁，会被炸到，所以用蒸的最稳，就是怎么讲，用蒸的可以稳稳的80分，然后这个材料这个食材80分就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了。但是用烤，你好麻烦。真的绝，真的很绝！ Okay. 你现在来捧我，我带你去烤。好，摆这样差不多。你知道为什么肚子要摆下面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如果蒸啊，还是烤完，它口会打开，然后它会有一些海洋的原汁在里面。它肚子在下面，它会刚好把那海洋原汁锁住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就跟肉汁一样。好恶心啊！你这样讲。有没有牛排？有没有？你知道牛排煎完之后放在旁边晾一下，嗯，它把那肉汁锁在里面，同样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浇完水。好。也不用到一碗了，我觉得我们半碗差不多。我
你不要啊，我干嘛你？不要你想多助攻是不是？我想帮你啊，不然我要干嘛？你不要刷战绩好不好？我们是 for win， 不是 for KDA。团队合作，你懂不懂？然后这个对于加水呢，我没什么概念，但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吧，差不多这样吧。哎，不要加到外面的人下。感谢阿姨，明天会来。真的是，就让它蒸就好。要蒸多久？我锅盖盖起来，差不多十分钟。十分钟。这我会，这我会，看着看着，按下去，然后哇，你这个哇 ，amazing， perfect， 我会的，这个我会开。你要十分钟是不是？十分钟，我们来计时开始，十九八九啊，我们去旁边等吧。OK。对，然后你继续，你没有，你继续录着哦，你要录十分钟。哈哈哈哈哈。举着，举十分钟啊。实际上吃起来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它膨胀了，它膨胀，它膨胀了。它是要送头。哇哇哇！它开始膨胀送头了。这不是腐烂的，还真是有那种海洋之力。开喷，开喷嘞！哇哇，它开喷嘞！它开喷，它爆了！怎么办？现在它爆了！我不敢再靠近了。会不会爆炸？会不会爆炸？哇！119，你先打119，你先打119。不行，我们。哎，房东有没有说把屋子烧掉要多少钱？哇，是不是水加太多了？在干嘛？没事没事。这怎么办呢？苹果妹，你要救我们吗？要小一点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，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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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烫。他在抱，小心。你为什么不去帮他？我怕。你帮他？我怕。人家做女子，你不帮他？我怕。哎，好了，没事了。怎么把他弄成这样？没事了，好像其实没那么可怕。他把火。苹果妹好强哦。还是能火调大大。我们是一群死虫来。有些牡蛎它是打不开的啊？为什么？就是即使它里面熟了或烤干了，它不会开啊。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技术高超的同路人来破解。你的意思是？对，就像是我们平常烤肉，不是先找最好的朋友，也不是找最好的家人，而是先找会开牡蛎的人。哦，所以我平常出去其实没什么在约我，但是只要有约我就知道啊要烤肉。就是因为，而且一定有很多牡蛎。就是因为你会开那个。好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我们把它关掉。打开吗？准备好了吗？那个小当家那个光，来，我们3、2、1，哈！哇，海洋滋味。海洋滋味，然后我们把它装起来。你要怎么装啊？你有没有那个夹？你们夹子，对，我觉得需要一个夹，烤肉夹。用手行不行？不行。怕不怕？不然我们猜拳输了用手。反正都失业了嘛。来了。不要，我很怕。你怕什么？很烫，你不要闹，这真的烫。来找一下。我找一下工具。这个行不行啊？我找一下。可以吗？我用这个。你这个是那个搅蛋器。啊，如果搅蛋，那你来啊，那你来啊。哇惨了，等以后蛋都变成牡蛎味，你好猛啊！那这是什么？有点奇奇怪怪的工具。这是傻逼啊！你看，这是什么白痴啊？你看我这个操作，切！你们看一下这个内线，你们看到牡蛎，切！太激烈了！好废啊！你不要学我，就你废就好好的吃逼。我这不是挖上来的吗？好好的农兵，不要在那边装逼秀操作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还是刷野怪吧你。哎，好爽，都开着。怎么那么难挖啊？他们是有点调皮啊。哎，怎么水还这么多啊？我觉得好像有点失败，水加太多了。没有，那味道正常吗？如果你现在闻起来的话。我必须说，跟记忆中的不太一样，好像有一点失败。有时候想睡觉的时候闻一下这个，就行了，马上精神。这个味道我真的受不了。但是他一直很坚持说很好吃，那我都勉强试一下。抽什么？那你们看到这锅剩下的海洋汁，好，你只要把这个装成一碗喝掉，晚上病病酒，你知道病病酒是什么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就你可能要坐个几年的牢，很危险。这不要，你可以喝一点，这感觉很好喝，就这味道有点怪怪的、啊。我试试看，海洋原汁哎。鲜金，你知道鲜金是什么吗？精华吗？这比鲜金还猛，这叫牡蛎精。感觉不用玩了，就是好喝吗？是不是海味？有点咸咸的。对，有点咸，然后有点苦苦的。苦苦的。对。好喝吗？就像喝盐水一样。
就是哦，哎，我发现了，不是啊，你不要喝了，这不是牡蛎精啊，这是海水。我操你妈，这根本就海水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这是煮熟，煮沸过。你不是说这卧是精华？你要跟我讲海水？我搞错了，那个好像是蛤蜊，这是牡蛎，不太一样。啊，走走，我们吃吃。好，这个流星牡蛎作品啊，在这边。听起来很好吃，流星牡蛎。要怎么吃啊，大神？反正就很容易，铜牌都会的。好，会煮又会食用的美食，就把它你看这样掰开，你看海洋原汁蛋，这个真的是原汁，真的这不是海水。所以这个能喝的。对，这不是。这不是那个海水。来给镜头看一下，这么肥美的牡蛎。怎么吃啊？就把它拔出来啊。怎么那么黑啊？这个东西。你把那个，你把这个抠掉，它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这样抠掉，你就可以。嗯，超神，超神，是不是起飞？是不是超级屌？哇，丢不丢？其实我觉得它的味道跟它的外表有点不太。对啊，它真的超好吃。这个是难喝的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，海洋原汁，没有海水，又是便宜汁。不是，你妈的！刚刚那锅东西就是从牡蛎里面跑出来的。你为了喝那20%原汁，你得喝80%的海水。如果你可以接受喝80%的海水，那就算是可以喝的。其实味道还不错啊，真的很好。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厉害，就哇，这个很完美，真的很完美。这个汁刚好收干了，这汁收干了，然后就刚好肥肥的。你看，把这个抠掉，把这个抠掉。哎呀！是哪一个把它脱掉？哇，好爆浆！哇，好爽！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你这人，你跟观众分享一下嘛。我们来卖海鲜的，不能只有这种。好恶心！你这个香港人，真的没水准。然后像这种比较顽固的没开的，就需要技术高超的澎湖人。请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下。然后你找他这种。比较薄的地方，我给它剪一剪，然后就我开口了，然后就可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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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这个，这个感觉可以直接吃。其实你那完美，这个叫做澎湖，叫什么？澎湖牡蛎。牡蛎。对，然后。我这个是跟澎湖郭家赐福牡蛎买的，如果有需要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，谢谢。它是可以低温空运来台的，可能两天吧，我刚订完两天就到了。今天牡蛎开箱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留言以及分享，然后订阅旁边有一个小铃铛，记得按下去，可以接收影片发布的通知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会很暗吗？上面？搞错，刚刚要拍着我们，你可以帮我们。应该从那边拍的，这里有灯啊。哇哇，看哇哇，所以要重新拍过。对，重拍一次。哈哈，真假？来，大概中到，完了，不会开火。很香，你不觉得吗？什么香？我很兴奋。这有点像那个尿的味道，尿的味道。什么尿？这是尿，这是尿。你认真闻一下，很像尿的味道。你关好吗？会，我会怕。没事，好啊，正常。好，来吃啊。